超商内琳琅满目的各式果干，尤其以芒果口味深受消费者喜爱。不过现在却传出有知名品牌的芒果干疑似篡改有效标签期限。就买到这款泰国知名的芒果干，贴纸上的保存标示长达18个月，不过撕开一看却发现包装上印制的保存期限却只有1年。再看看另一款菲律宾的芒果干，贴纸上标示2年，不过实际保存效期却只有8个月，明显差很大。在9月15号接获检举的时候有去抽查，它其实是中文标签跟英文的原文标签是不一致，但是效期有被延长，但是我们有去调查，常常说已经用到旧标签，但这部分已经是标示不实了。但是这两款产品芒果干都没有过期，还在有效日期内，这部分依食安法可以开罚4到400万。经过卫生局调查，还有这款来自缅甸的芒果干也是标示不实，虽然没有过期，不过业者任意篡改有效标签期限已经明显违法。像这种加工食品过期的话建议都不要吃的，因为加工食品只要过期都容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，就担心说会增加罹患急性肠胃炎的风险。若是不小心将过期的果干吃下肚，恐怕对身体会造成更大危害。记者苏一欢台北报道。